看什么啊？诺，你看这个面具啊，里面有着奶奶年轻努力站在舞台上的故事哦。奶奶，我听过了啦，你讲过好多次了。这个面具以后我结婚的时候，奶奶说要给我当嫁妆的啊。是啊，奶奶当初啊。Attenti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我们一直 run away。
奶奶再也没有睁开眼睛，但是奶奶的回忆却一直留在我的心中。美丽面具是我珍藏的宝物，时刻提醒我做一个勇敢的人。